初三是阮一百零六年的主题夜哈，啊，十二月初三呢，所办的物件就是搞阮德团啊，行销出啊，搞阮娘家这个名声吼，行销出。早期呢啊，讲到娘家吼，无人知吼，即摆啦讲到娘家呢，就是德团啊，讲德团就是讲娘家啊，德团内底呢，阮目前有四座的德团夜哈，啊，德团夜。四座了哦，阮的副产品吼、哦，目前有63款吼、哦。啊，阮的这期呢是以迄个竹炭杯哦为主，啊，阮的即今年有迄个竹炭瓦，啊，竹炭泥呢伊，竹炭蓝呢伊吼，是今年的新的产品吼、哦。啊，所以阮今年的行销，这个活动吼、哦，啊，就是要行销咱迄个娘家啊特产。延伸出的副产品，吼、哦，这是阮十二月初三。另外呢，阮十二月初三这个平台吼、哦，是国产黄豆的平台，内底有黄豆的迄个青，迄、那个豆奶吼，有磨豆的豆奶，啊有迄个国产黄豆，啊有磨豆，这个产品吼、哦，啊会当予咱消费者吼去接受。那个毛豆跟国产黄豆哈、哦，都适合国际的标准哈、哦。啊，那个磨豆呢，都是日本的外销竹哈。那它的竹炭的农企的最主要还是竹笋哈、哦、啊竹子哈、哦，他们能够化腐朽为神奇，把竹子一般的竹子变成那个我们的竹炭哈、哦，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哈、哦。那竹炭。目前他们的产品非常非常多样化哈、哦，那竹笋的部分，他们在那个送到台北的运销市场啊、哦，也都价格一年比一年好哈、哦，所以我们对农企区农会的努力哈、哦，我们台南市政府农业局非常非常肯定。农企竹炭赞。